今天给大家看一看我这个周末的几个小收获。先看看这个火鸡腿，这是一包真空包装的火鸡腿。这一周是长周末，星期一是加拿大的感恩节。通常来说呢，感恩节要烤一个火鸡，一只火鸡非常大，烤一个整的火鸡呢要吃很久很久，所以我通常呢是去超市里买火鸡腿。这一种火鸡腿口味很好，它做的质量很高，是烟熏的。这一包里面有两个，拆开以后把它切片，可以装出一大盘来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火鸡腿盛宴一样，能够达到那个效果和感觉。今年呢搞了个疫情，地球人很受伤，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感恩。这两个小仙人类的多肉植物也是我这一周的新收获，以前我就看到也买过，现在呢我决定多买几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这种红红的颜色在冬天显得特别温暖，给人一种感觉呢冬天也好像有了一把热烈的火焰一样。这上面它这个仙人球是嫁接上去的，这是一种很传统的工艺。买回来以后它的长势会非常慢，所以基本上你买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，过一两年呢它最多是长高一点点，长胖一点点，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这种仙人类的多肉植物做小盆景很漂亮，所以我买回来以后就把它们原来的盆拿掉了，换到了我自己的这个小盆里面，给它用了 potting mix 和一些黄沙。这样呢冬天我不仅有绿色，也一定会有这种火红火红的灿烂色彩了。这个是枣泥糕，枣泥酥，这种工艺也是一种传统的工艺。这种点心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，一种非常美味的，我们华人很喜欢的一种甜品。小的时候如果能吃到这样的甜品的话也是非常幸运了。现在呢中国像这样的甜品是很多，满街都是，很幸运我们这儿的华人超市里也有了这种特色小甜点，我每次看到呢就挑一种买回来。这一次我选择了这个枣泥酥，因为它让我想到了我不久以前看到的一个美食介绍，是说的荷花酥，那个做法更加精致了。我想呢我先尝一尝枣泥酥吧，能有机会吃到荷花酥就更好了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欢迎订阅。